大家好，我是杰登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要拍的就是一个开箱集，就是我的朋友他最近寄来了一个礼物，据说是毕业加生日礼物啦。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，如果开到是吃的，我就会直接吃；然后如果是用的，我也会直接用。那好，事不宜迟，那现在就来开箱。好，我猜出来了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是，这是伊曼寄来的哦，然后。里面有一张写满字的，我就不要念给你们听了啦。这个卡片，然后我看到的还有一件衣服，哦，就是 M size 衣服。等下再试给你们看哈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吃的吗？等一下再看。然后我，对，这个就是一个 mini maru，哈哈哈，这是一个蜡烛啊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到这里去订购。然后我现在来试穿这个，哇，刚刚好！伊曼幸好你没有买 S，不然我都穿不下。这个 M 刚刚好，好看，谢谢你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果冻吗？这个我就先不试了。因为要开来吃的哦，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，谢谢伊曼的礼物，然后还有还想看我开箱什么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再见。